12月23日什么星座？每年在12月23日降生的宝宝都是摩羯座的。摩羯座的耐心是12星座中出了名的，为人固执、踏实还感性。摩羯座事儿脚踏实地，也比较固执，他们的忍耐力也是出奇的强大，同时也非常勤奋，对于定下的目标有着清晰的规划，不达目的是不会放手的。摩羯座还是一个很感性的星座，天生具有忧郁的气质，总是在心中觉得自己背负着很多的责任，让别人很难以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。同时，摩羯也是一个缺乏安全感，不会完全相信别人，凡事都要三思而行的星座。